可能威风骏马啦，白档都会杀埋去啦，睇下会唔会一齐埋去。算你多彩，唔知点跑咧，咁扎住个咁重嘅磅，冇理由拱太前噶啦，十档。亦都唔好太厚啊，系啦，通常佢都系喺中指或者跟前噶嘛。希望都摄到个即系二碟有遮挡啊嘛，最好啦，即系唔好喺出边蚀太多位。胡彪哥今日都真系多翻好多飞啊！目前都有落班，有即系跑翻呢个路程，可能大家都信心大好多。你见佢季内嗰两次跑，一次谷草，一次田草，都系过百倍大冷门嚟噶。船尾多彩啊，顺利啲操练啦，跑开都做到咁辣，仲要出黄牌啊！依场出黄牌报名嘅马都唔系好多嘅啫。如真如假咁啊，都要做下热身啊，因为个档比较外啲啊，希望尽量都起码抢咗出嚟，唔好俾人顶咗三搭啦，二搭到啊。头先位置啊，锯一个关。好啦，有马落飞到威风骏马。独赢咗六格啊，嚟到六倍。大家都好洞悉大家啲能力啦，系。成日一齐跑噶嘛。超然啦，威风骏马，你想回报啊？如真如假啊？呢啲经常都对垒啊。咪拆埋一齐，拆咗啊！今日大家编埋一齐啊！因为第五场都系四班千二嚟嘅。咁啊，连阳方面都系12号威风骏马做胆啦，就成啦，好多只都着六格噶啦。Winnie 到58蚊。头先嗰啲落飞马表现都唔错啊！只丑犀利啊，只标之锐啊，落飞大热门赢，但系只威风骏马会唔会嗱？睇佢走势都继续落，5.5倍。好迟啊！先嗰只飞，啲飞系临尾先。系啊，开跑咗先系知啊。道。金樽一号款头啊，梗系靓血统梗系好啦吓，但系落场泥地第二次跑咋？红灯亦都已经亮起啦，进入今晚嘅第四场赛事，连续两场都系跑四班千二啊，第四、第五场大热门，继续都系如真如假一号马，到底威风骏马会唔会取代佢呢？有机会喎，入闸先嚟见到嚣日落到45蚊啊！威风骏马佢亦都入咗闸啦，再嚟埋去就系金樽一号啊，有一份啡格 Q 啊，二搭十二啊，船里多彩，威风骏马得翻13倍 Q 啫。马匹继续入闸，见到无极战士一号马如真如假，大热门正式逆咗手，12号马威风骏马成为呢一场嘅大热门。继续入闸，见到超然，你想回报豪比哥呢三只嘅。好啦，超然顺利，剩翻三只马，哭比哥，话呢只都落飞喎，起跑啊，剩翻真开心同埋举世无双，应该都差唔多啦。话呢个镜头睇唔到其他马，咁啊交俾闸前先咯。全部马匹准备到当四场赛事四班千二米嘅离地短途赛，大热又变翻一，三倍啊！隨時起步，又未得，仲未得啊！睇清楚個情況先，一號係大熱門啊，依家跌到得翻三倍。好啦，有騎師落咗嚟，真開心啊！呢只馬一集傷咧，係會搞搞震嘅。之前試集啊，嗰啲入集啊，都要少少扭計嘅馬會。咁啊！依家真開心嘅騎師離開咗馬鞍，褪翻只馬出嚟。咁啊，當然都要檢查一下有冇咩問題嘅。曾經12號馬威風駿馬去到大熱門嘅，但係一號哇嘣嘣聲已經去翻三倍大熱啊！好啦，走一走 check 一 check 睇下冇問題先。呢只真開心照跑冇問題嘅。咁啊，又要睇佢入閘嘅情況點咯喎。好啦，重新嚟过，入就系真开心，大热门仍然系一啊，2812，三只马着咗绿灯。好啦，真开心，入到闸，重新准备过第四场赛事四班千二泥地。
一大二。好咧，跳出嚟無極戰士慢集前面快嘅馬咧，見到中間位置咧有呢只咧，咁啊就係船裏多彩啦。中檔紅白橫間三咧就威風進馬啦，響出邊如真如假啦，外邊粉紅三起跑啦，中檔黃三第五位就係超然啊。內欄第六位嘅馬咧，咁啊仲有呢只藍三嘅理想回報啦，咁啊外邊大約尾六到啦，大面箍金樽一號啊，內欄尾五咧藍三啊囂日啦，再後邊嘅馬先見到真開心啦，舉世無雙無極戰士包咗落尾黃三藍帽，係嗰只紅比哥嚟噶，轉緊彎嘅。時候前面如真如假就大放嘅，起跑就咬咗上嚟第二啊，第三位船裏多彩內欄第四有理想回報啊，紅帽第五位咧就威風進馬，中檔第六位黃三仲有超然啊，響外邊追啲嘅馬仲有金樽一號，內欄博位嗰邊咧仲有呢只囂日啊，轉正彎入直路啦，前面透出嘅馬仲係如真如假，咁啊見到中檔位置咧就起跑啦，入邊啊理想回報啦，中檔追緊嘅馬仲有船裏多彩啊，外邊上緊嚟有金樽一號啦，中檔位置仲有威風進馬，兜到嚟最後百零米，如真如假放順咗啦。抛离咗后边嘅对手有三四个马位噶啦，后边嘅马咧有理想回报，同埋咧就金樽一号上紧嚟，中间位置仲系起跑啊，接近终点啦。如真如假咧就轻松赢马，跑第二名，外边追上嚟金樽一号啊。咁啊，至于跑第三名嘅马咧，理想回报就蓝衫嘅，粉红衫系嗰只起跑咧需要影相啊。咁啊，结果呢只如真如假都冇咩特别嘅跑法，咁啊又系减十磅啊，离地有经验啊，识得赢过嘅马，咁啊摆咗喺前面走，就一放到底。今晚第一隻苗麗德已經上名先啦，金樽一號啊，第三名就近喎，埋邊理想回報，粉紅三八號起跑要影相。一號如真如假，周俊樂起碼三倍啊，一放到底啦。跑第二名四號金樽一號喎，史卓峰追翻個第二啦，三四名好近嘅，咁啊起跑理想回報，睇下邊只入到落去啦。都係贏得曬啊！如真如假，唔使位置舉一個關 win 都得啦嚇，得埋手啦，三倍啊！直頭可以自己帶頭啊！仲希望佢唔好頂喺外碟啊！直頭賣到你啊！買過你添啊！方家柏都起個孖啦！周俊樂，黑夜之神嚟都得喎，原來係啦。第四場賽事嘅暫定名次係一號、四號、三四名等影相。睇長波，重新準備過第四場賽事四班千葉泥地一大熱。好咧，跳出嚟無極戰士慢集前面快嘅馬咧，見到中間位置咧有呢只咧，咁啊就係船裏多彩啦。中檔紅白橫間三咧就威風進馬啦，響出邊如真如假啦，外邊粉紅三起跑啦，中檔黃三第五位就係超然啊，內欄第六位。